周齐王。 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大家好，我是曾英杰分析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可以说是喋喋不休啊，今天再度重挫了140点。我们来看一下现货的表现，这是今天整个现货的表现，中场大跌了140点，来到了8524点。那么各位，如果你在上个礼拜五有很认真的看曾英杰的节目的话，那么你应该在今天应该可以赚到钱哦。为什么我这样说？来，各位，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顶礼拜的代志。顶礼拜我是不跟你讲，大盘呢在这家扑朔迷离啊，到底要怎么样掌握多空？我是不是告诉你，我这个礼拜即将为你做一个揭秘？就上个礼拜古海英杰的节目嘛，那今天的节目名称换了嘛，变成这个亚洲齐王了，不再叫古海英杰了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关系，我等一下会解释给各位听。那么在上个礼拜我就告诉你喽，大盘在这个地方扑朔迷离，到底要怎么样掌控这个多空？我是不是说这个礼拜将为您揭秘？同时在上个礼拜我是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说这个是七月底的事情，上个礼拜的事情。我说请记得我今天所说的，我说了什么？来拉近，大盘呈现这个空头趋势格局啊，没有理想标的之前，我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股票会员朋友，我绝对不会怎样去乱买股票。目前大盘的行情啊，我是不是告诉各位，我暂时认定这个点位一定会破，我有告诉你吧，只是这个点位我没掀开嘛，我现在还没掀开，因为还没到。所以我在上个礼拜我就告诉你，我说你一定要记得我今天所说的，7月31号那一天，我依然看空大盘，而大盘今天的收盘价，也就是上个礼拜我的收盘价，它叫8665点，那今天变几点？哇，变成8524点，整个大跌了140点。好，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这没什么稀奇，这个讲对行情，这没什么稀奇。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为什么突然从古海英杰变成了亚洲齐王呢？那亚洲齐王这个节目的特色跟古海英杰的节目的特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在这边呢，不管你在过去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们呢通通做一次说明。来，仔细看亚洲齐王这个节目的特色，请你仔细听哦。我们每天一样一定会公开我们的操盘的一个讯息，不管是时间或者是价位，我们都会公开的来操作，公开的来告诉你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我们做了什么动作，这个时间这个价位通通都会公开让你来看，让你来验证。每一个交易日我曾英杰我一定会出手操盘，我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会员的会期。每一个交易日曾英杰老师一定会出手操盘，完完全全是一个什么实战操作的节目，绝对不是在跟你空谈理论的节目，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实战操作的节目，绝对不是空谈理论的节目，全市场独一无二的节目。好，那么在上个礼拜我已经告诉你这一件事情哦。照道理讲，如果你把我的话听进去的话，你今天应该赚到钱哦，因为我顶礼拜就跟你讲，我依然看空大盘嘛。那在上个礼拜大盘收盘价是8665点，我还签名呢，我说我看空呢，而且这个点还没来，这个点只要来我一定会掀开，还离得很远，还没到，还有一大段还没到。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简单八个字来告诉你，齐王重新登台了，齐王一出谁与争锋。我们来复习一下整个八月期指今天的一个走势图。今天八月期指一开盘就出现了今天的最高价，它叫8548点，在8:45出现。那今天的最低价它叫8400点，出现的时间在9:30。最高跟最低的价差有几点？要求哦，148点。你看到是148点，但是亚洲期望看到的行情是超过300点，怎样差这多？连你看到阮的操作，你就知啊。我讲过啊，我逐天的操作，我拢一定会公开来跟你讲。每一天，我们一定会公开我们的操盘讯息。每个交易日，我一定会出手操盘。出手操盘什么？就是期货。完全实战操作，绝非空谈理论。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我不晓得你的老师到底有没有带你赚钱，你自己本身的操作有没有赚钱，但是请你看一看跟着我来操作的家族成员到底有没有赚钱。把就开始背后金哦，既然在上个礼拜我告诉你说这个行情我依然看空，那我今天会做什么事情？废话嘛，当然是放空嘛。来拉近，
今天8:51哦，也就是期货开盘6分钟的时间，8:51嘛。期货几点开盘？8:45。我们在8:51的时候，我们告诉会员去做一件事情，期指目前在8533附近，直接试价做空，停损抓几点？25点。重要的是什么？一笔单，麻烦至少给我下两口大台子，有没有很清楚？我想只要看得懂中国字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笔单到底要做什么动作。我们再念一遍，期指目前在8533附近，直接干什么？试价做空，停损抓25点，一笔单麻烦至少给我下两口大台子。这个就是我们完整的讯息，完整的讯息，正宗棋王风格，看得懂盘，而且一定出手操作。什么叫看得懂盘？这7月31日跟你讲了嘛。我依然看空大盘嘛，这7月31号，你上个礼拜、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连续3天的时间，你只要看我节目，我一定有让你看到这一张扣讯。我依然看空大盘，今天马上出手，我看得懂盘，而且我一定出手操作。今天8:51，8533空单进场，各位，今天上关偌济？8548。老师啊，这8533扛会到不？这8533扛会到不？各位仔细看，这是8:51的扣讯，证据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穿价成交，吼，乖吼，8533空单进场，100%穿价成交，真的是这样吗？各位，这叫8:53。8:53，你的眼睛看到什么？它叫8535。8:53，你的眼睛依然看得到8535这个价格，而我们的会员朋友是在8:51收到这个扣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在空在8533，时间在8:51的话，你有从容的时间，绝对可以100%干什么？穿价成交。而且我要求会员一笔单，你不要给我下小台，一笔单麻烦你至少给我下两口大台子，写得非常清楚。结束了没？还没结束。我说期网啊，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或许你跟别的老师可能就这么一笔单，然后赢个20点没了。但是棋王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棋王为什么只能够成为棋王？棋王为什么跟其他的期货老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棋王怕你赢不够多啊！各位来仔细看，9:12，清代班的会员，棋子跌破地线支撑，棋子跌破地线支撑来干什么？直接在8470附近干什么？哇塞，真是太威猛了！直接再加码做空一笔。直接再加码做空一笔，期指跌破地线支撑，直接在哪里？8470附近干什么？市价再加码做空一笔，各位一样，一笔单不要给我下小台，就是给我下两口大台子。我说真正厉害的老师啊，就是怕你赢不够多的老师啊。9:12哦，我们除了空完第一笔单8533那么漂亮的点位之外，来到了9:12，我们继续再加空8470，再加码放空。100%穿价成交，我们来对价对时。这9:12，9:13嘛，有没有穿价成交？9472，不，8472，8472，100%代表什么？一定可以空得到，一定可以空得到，而且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空完了没？拍谁？阿北刷，那个继续往下看。来，各位，接下来我又做了什么事？接下来我又再做了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啊，全市场啊。如果你能够找到第二个像我这样子操作的老师的话，你放100个心去跟他了。但是很遗憾、很可惜的是，你应该是找不到。哦，你应该找不到哦。来，9:21拉近，棋子目前在哪里？8436附近干什么？直接试价再加码做空一笔。哎，老师啊，这扛这干没伤给哦，不要短起来呢。你放心，我们带进一定会带出来。各位，请你看完这一笔扣讯。9:21，8436附近干什么？直接市价再加码做空一笔，一样，一笔单不要啰嗦，就是至少两口大台子。9:21，我们再空一笔8436。我说只要让亚洲棋王抓到一波趋势啊，我们一定要大赢，一定要大赢啊！啊，无凭什么叫亚洲棋王？凭什么叫亚洲棋王？规矩都叫亚洲三卡鸟就好啊，叫什么亚洲棋王？抓到一波趋势，一定要大赢，才够资格叫亚洲棋王。好，这个我们来对价对时，9:21，9:24，穿价成交嘛。我要求会员空在哪里？8436。9:21的讯息，9:24穿价成交，毫无疑问。那你说老师，后面啊，行情弹上来呢，
那你后面空的这一笔不就赔钱？没有赔钱。来，我们来看一下，9:26，空完3笔之后，各位，你看我是怎么带会员的哦，我是怎么样利落带会员？9:26，请你仔细看哦，今天的8533市价空单，以及加码空单，各位，当冲的会员在8423附近就直接出场了，有没有很清楚？当冲的会员可以在8423附近干什么？就可以做一个出场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哦，各位。今天这个行情啊，最低点啊，请导播拉近，在9:30出现，是不是在9:30出现？各位，很清楚嘛？有空回去看一下，是不是9:30出现8400点这个行情，对吧？那我是不是在9:26告诉会员朋友干什么事情？今天的8533市价空单以及加码空单，我们当冲的会员就在8423附近做一个出场的动作。我说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各位，9:26我就收工了。几分开盘？8:45。开盘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来验收成果。仔细看哦，我在8:51出手第一笔单，我给各位看证据。我的第一笔单出手的时间在8:51。8533嘛，干什么？直接干什么？市价做空。9:26我就收工。8:51进场，9:26出场，总共花了多久时间？总共花了，各位会不会算？35分钟的时间，35分钟的时间，各位，8533放空两口嘛，8423把它冲掉嘛，是不是跌220点？8470是不是加空？8423是不是冲掉？是不是两口单跌94点？8436放空，8423把它冲掉，是不是跌26点？光这3笔单总共6口，大跌340点。花了多久时间？它叫35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做期货，人家说为什么快很准？你对老师，你有在对的机关利落、干净利落。宝剑一出鞘，马上就要见血。什么叫宝剑一出鞘，马上见血？你看哦，空在相对高点哦，补在什么时间？来拉近9:26，最低点在什么时候出现？在9:30。今天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段，来。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段，你后面这一段你还有什么必要做啊？你就可以休息啦。为什么？因为35分钟的时间，你就几乎有340点的机会了。后面呢，就算有行情给别人去赚也无所谓了吧？无所谓了吧？我们要的是这个啊，我们要的是什么？各位，快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我们要的就是快啊！什么叫做快？我第一笔单什么时候进场？来。第一笔单什么时候进场？8:51进场。我出场的时间在几点几分？9:26。当冲会员在哪里？8423附近出场，一定出得掉吧？为什么一定出得掉？各位，因为9:30出现最低嘛，8400嘛。这不要跟我讲出不掉呢，这卡啦啦凊彩嘛，出比8423更加水，因为高点半才出现上低点。所以你看到啥？对老师就是对的这种老师啊。不跟你废话，不跟你啰嗦啊，直接带你做啊，直接带你做啊，带你放空啊，空完再空，空完再空，补得又漂亮，空得又高。6口单340点，麻烦各位今天有空哦，去转遍所有的投顾台。我只求各位去做一件事情，找一个能够干掉曾荫杰的老师，找一个可以干掉曾荫杰的老师，麻烦你把他找出来。独孤求败，仅此而已啊！各位，可以说是独孤求败啊。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一下，避免误导不特定投资朋友。本节目内容做一个郑重声明：操作模组不同，结果当然就不一样。所有专业操作分析，仅只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有没有看到我写涨跌点数？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在今天的操作里面啊，从8:45啊一路啊拼命拼到1:45。各位，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很清楚。我说期货市场里面不是像你这样做的啊，怎么做？每天他妈的冲来啊冲去，每天无博也死。各位，冲来冲去，好赌成性，你赢到刺激，你输掉财富，这个是你要的结果吗？是吗？我想请问各在座的各位，你今天如果操作期指做了5个小时的当冲，
你的成绩有没有这么多？如果没有这么多点，何必做那么久？没意义嘛。我们只操作几分钟，来拉近。我们前后只操作几分钟，这是9:26，我们这是8:51呢。我们前后只做了35分钟，哎，各位，就是35分钟，可是我们却拥有这样的机会，这叫什么？投资报酬率最佳化。记不记得我以前讲的？而很多投资者拍习惯，真正拍习惯爱改，每天一定爱冲来冲去，无冲会死，无搏会死，无冲会死。穷来穷去，好赌成性，赢到刺激，输掉财富，这是你要的结果吗？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今天看了节目之后，可能会问一些543的问题。什么叫543的问题？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呢！8533放空，8470加空，8436加空，然后告诉会员当冲可以在8423出掉，真的很强，35分钟340点。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各位，这是我的诚信宣言。只要任何一通讯息，时间、价位造假不实，无条件退费。麻烦成为我的会员之后，一样每天准时收看我的节目。来，各位，诚信宣言：只要任何一通讯息，时间、价位造假不实，无条件退费给你，无条件退费给你。所以麻烦来电的时候问问题啊，智商稍微高一点，不要问说啊，你这是真的假的？各位，有哪个老师敢这样说？诚信宣言，我再讲一遍：只要任何一通讯息，时间、价位造假不实，无条件退费。所以，请不要质疑我在节目上所说的每一通讯息，以及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质疑，哦，千万不要质疑，哦，这个就是真真实实我们的实战操作。所以在今天的行情里面，我相信行情大家都看到了，非常的大，上下区间有几点的区间？来，各位，148点的区间。可是有的人看得到却没有赚到，各位，命运啊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在今天输掉钱的投资朋友啊，如果你跟着专业走的话，这个机会是属于你的，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选择成为野狼，你根本就没有必要继续再当肥羊。这一句话是非常残酷啊。期货市场里面只有两种人啊，一种叫野狼啊。什么叫野狼？这叫野狼。什么叫肥羊？看看你今天自己的操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可以选择成为野狼，你何必继续再当肥羊？该怎么做呢？我想聪明的你已经知道下一步动作该做什么事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拢着经过几十年风霜，是我才会大涨。阮也无几十年功夫甲经验，方叫师傅家己变卖行，所以阮做诶物件材料手工拢照起工，保证用咧柜台人。啊，来阮诶精神甲毅力，拢嘛挖过散工了后，一杯啊玻璃达，明仔载毅力。保你达币。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期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2578-3777。椰子无患子变成 POS 洗衣塑造精，不残留，超干净，干净到每一个纤维孔会透气，宝贝好喜欢 POS 洗衣塑造精。POS 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衣服是肌肤最亲密的另一半，怎么洗才安心？百个天然酵素洗衣精，天然棕果油，天然洗净酵素，让宝贝不过敏不痒痒。放100个心，让您享受100分的亲密感。拜个拜个
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2578-3777。我喜欢他的技术分析，线图字型多清楚。他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哪一只股票大户拼命买。他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他们都是用轰天雷赚。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么我想很多投资朋友现在呢都在等着看到底哪个老师呢对行情的研判呢熊盖准。各位，我认为看对行情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呢。什么样的老师才了不起？来，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呢，一个分析师啊，他真正的一个价值啊，真正了不起的老师啊，他应该是这样哦，你仔细听哦，他应该是在于能否借由他实际的进场操作，然后来直接验证他对行情的分析跟判断，他才叫做真正专业的操盘手。那看对没屁用哦，看对很多人会用胡乱的方式哦，让你觉得他很准哦。那我是怎么做？来，各位，这上礼拜我讲的，如果上礼拜有看我节目的话，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三天这个call讯，各位过两集盖有打开听啊，大盘呈现空头趋势格局，没有理想标的之前，绝对不会乱买股票。所以我告诉各位，目前大盘行情我个人暂时认定这个点位一定会破嘛，只是我现在没掀开嘛。我说请记得我今天所说的，当时上个礼拜五最后一盘它不是涨了50几点，收盘价8665点，今天整个跳水剩下8524点，我还签名，我看对了，对不对？可是我说过看对没屁用，有些人会用猜的。我看对之外，在今天我做了什么事情？一开盘8533期货空单进场，为了证明我真的很笃定看空这个行情，我接着请会员8470点再加码放空。为了证明我对这个行情我认为空单满足点还没到，我继续在8436再加空一笔。你生目睭花目白，捌倒位看过这么准的老师过？讲也讲了有准，做嘛做了有准，什么叫做做了有准？三笔单，9:26轻松收工拉近，轻松收工，8:51进场第一笔单，在这里证据，8:51，8:51嘛。各位，9:26收工，35分钟时间，老师才35分钟哦。各位，35分钟，你知道点数多少吗？340点，这是我要的。我要的是什么？又快又多啊！又快又多，你听有无？不是每天在那里蹭咧蹭咧，像散户一样，这蹭5点嘛，遐蹭10点嘛，一天为8:45蹭到这个1:45，无波也是一种诶。我不是要这样，要就是狠狠给他做一笔，及早收工340点，会员开心，我也轻松。8533放空2口，8423冲掉220点，8470放空2口，8423冲掉跌94点，8436放空2口，8423冲掉跌26点，三笔单340点。啊，有一挂爱蹭的啦，蹭一5点也好，蹭一10点也好啊。你蹭5点钟，我借问一下，你蹭有340点无？蹭有无？两口单尔。所以我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每天一定要冲来冲去，那不赌好像会死一样。我要的是什么？又快又多。我的诉求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尤其是期货这个东西，哪需要慢吞吞的啊？你就是快刀进快刀出，一样跟股票一样，快刀进快刀出，见好就收，340点。各位，
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呢，从过去到现在，也许你在期货市场里面输掉了很多宝贵的血汗钱，但是事实上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到方法，或者是你没有发现到真正厉害专业的人士，所以一直在花冤枉钱。那花冤枉钱没关系呢，你要懂得呢怎么样亡羊补牢嘛，对不对？不能一错再错嘛，老是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却期待怎么样得到怎样不同的结果，那叫白日梦啊。啊，就好像很多人，各位每天一定要这样搞，啊，你今天这样冲来冲去好赌成性，你赢到了刺激，你输掉了财富，啊，这是你要的结果吗？这不是你要的结果，我相信没有人要这种结果呢，没有人要输钱的结果呢，各位。所以我再郑重的说明一次，我们这个节目啊，各位，上个礼拜我就已经跟你讲了，大盘在这个地方空头，你说满足了没？还没满足。我也在上个礼拜告诉你，我说这个礼拜我就要为您揭晓如何掌握多空嘛，有吗？这个礼拜今天开春第一炮，八月的第一天，马上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很多投资人很喜欢问无聊问题，老师啊，这今天啊给，只要任何一通讯息，时间、价位造假不实，无条件退费，这是我的诚信宣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说了，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在今天你没赚到钱，你成为市场上的肥羊，请记住一件事情：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择成为野狼，何必继续再当肥羊？该怎么做？你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你的下一步动作了。我们明天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接电话。喂，林思卷，手机收好了。哦，换手机了，你打我号码。喂，请问是林思卷还是韭菜盒？你累了吗？韭菜盒，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眼睛，经验，经验，眼睛，眼睛，经验，经验，眼睛，经验，眼睛，最可以啦！矿泉水啤酒，燕京啤酒，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